I will. Mamu?它是一个我刚刚就是在 YT 上面看到的一个，就是有点像类似小小梦魇的那种探险游戏，然后它是纸的世界，纸的那种纸，感觉很可爱，然后会有玩侠，然后会有个怪怪的人，就是你们就是这样走进来，然后我就是这个就是很可爱的这个纸啊，然后你们怪怪的，然后又走出去了。然后你们怪怪的又把我们关起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好害怕哦！其实那个翅膀声音我好躁郁哦。这是奇怪的鱼。变成火了！哎呀，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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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烧掉了啦！哎呀！好可怕嘞！他很翘欸，小小的，喂，嘿咻，啊，那看屁哦，获得了一只锤子猫，好有点可爱。它抖烂了，欸，上面那个抖烂，它怎么了？很怕吗？不要怕啊！哎，他抖烂了。好啦好啦，我过去了。抖屁哦，他这样我很害怕哎。看他可以拿什么？哈 ？OK， 不行，拿手。哈？这是什么？有一个纸人，然后在唱歌 ，and。哦，猫咪 and 我，然后会有个鱼，然后就把猫给他，然后让他载走了，然后那个鱼就是对我蛮好的，然后戳了我一下嘛，然后你们又出现了，把我的鱼杀掉了，然后他就死掉之后，他就把太阳吃掉，变成成火爆鱼。然后就烧起来。Hello，Hello。有一个瓶子跟纸，还有眼镜，瓶子、书本跟眼镜。咚咚咚咚！拜托，下来。我问他可不可以给我书。I will. Remember? 妈就不不不不。嗯，我有，给你。喏。吃烂。谢谢。
哒哒哒哒哒哒，呼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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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死！哪还有？蒸汽里面热死，这样，no。给热死！呜，轰嘎！不！不！我的猫咪！一个饼干，等下，他是在鞭尸啊！活过来了，吃仙丹。这些人是怎样吃瓜群众出来了？欸，那个人在上面是怎样？啊，被吃掉了！哇，看来这游戏是一个 happy ending。那我还是不知道这是什么生物，金鱼吗？哇！